Hello，今天我们吃千层蛋糕，九个不同口味。这个是栗子千层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栗子千层好香甜哦。这应该是咖啡千层，这个千层真的好治愈啊！你看，层层分明的。真的，每一款都是我的梦中情糕。法式千层。每个口味看着都很好吃，小编你快点来，帮我分担一下这种甜蜜的负担。哇！你吃这个吧，重复的口味，不然我怕发不出去。我的天哪，好好吃！你只能吃一块哦。分你们一口吧。巧克力。巧克力的甜品赞的百吃不腻，也不会很甜，我吃到现在都没有觉得腻。这个是最漂亮的，留到现在吃。哇，有点像葡萄，有一点像玫瑰。哦，不对，这个是西柚千层。
哇，这个颜值真的很高。你在干嘛？我可以再吃一半吗？哎呦，服了这老六了！我天哪，你这勺子都快被你填反光了。这是惦记我的千层多久了？豆乳千层。超级细腻，你也吃完了，那我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